笑对咱两个厝呢。哎呀，像阮阿妈甲阮阿祖拢有安尼讲的。有在讲。你讲透早起来迄个有无？咱即摆人吼比较生活拢较无正常。对啊。啊，你透早起来迄个吼，你除了做运动以外吼，你真正甲笑大声、大声甲笑三声，安尼吼对你的血液循环什么都有帮助，绝对有较好的哦。哎呀，来感谢这什么啥？买这是什么好多啦？不知道哎。哦，帅哥，粉丝加真有那家伙就安尼哦，送东西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来，依照惯例就是讲，明天你这定金给我。哦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多谢你家好朋友对我们小姐爱护帮助，我感觉这男的话语拢出来啊。对啊。都知道你要在哪边呢？哎，真的。还都要知道你要在哪边。但是恰巧刚好是啦。嘟嘟好对吧？哦。唔知呀，伊唔知呀，伊拄好拄好要来当夫家看你。对对对，非常之棒哦，哈！谢谢帅哥好朋友啊，祝你们越来越帅哈！嘿，啊，不你果然啊，说跨业毕业的是毛绒够硬哈，口罩要给他戴。对对对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知道，我你讲，尤其挂口罩，我跟其他家长要讲，挂口罩的功能是足英雄。是干货哦。不是，那请来对啦，口罩营造力来对啦。哎呀，我搞你给他挂掉，我给他应用力，我是有做，有做第一季啊啦。住完了啦，是还好啦，好不好？大家还是要挂好长袖、常洗手，然后常洗手、常洗洗洗身体，该该洗的都要洗。对对对对对，来，那么接下来安排给你修我们这台挂件。对型号，对型号哦，这条挂嘛，这条挂好久没有听过这种，但今晚大家拢做不蛮听，来，这条挂蛮好听，来，最幸福对型号。心跳在你心碎的夜，你自己心。